会不会吵架？妈，你会不会吵架？妈，爸爸现在在哪里？时间几点的啦？妈的，现在吵什么？现在吵什么？一人一半吧。妈的，你谁呀？对啊，你谁呀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你现在几点的啦？吵什么？现在是那个8:38。准备好，我们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我是 number one。你虽然很短，E-talk 啊，直接进广告曲了吗？要E-talk，你给我录完上传 Spotify， 你反应很快，突然打我，挺好，好令人生气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排名的环节，那这个主持人呢，我们就不是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要排名嘛，我们就交给年轻人了。好，我们交给我们蔡冠双龙还有哈姆。OK， 好了。那这个单元呢，总共有三个题目，那就是各位观众入场前都有扫 QR code 嘛，没错，然后都有填表单嘛，帮我们投票了。所以接下来这个单元呢，我们就来进行排名。哦哈，也就是说我们四位非常爱戴的前辈们，对，这边绝对不能打岔，好好讲，好好讲吧。我们要看你们四个自己预测排名会怎么排名，对，看你们那个大叔厮杀的样子。对，所以说观众排名跟我们自己预测的有什么落差的感觉？对对对，没错，有可能不会有落差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题目。第一个题，等等，谁最适合当和事佬？哎呀，谁最适合当和事佬？和事和事佬，是有知道啊？和事佬是那个很温柔的那个，他们吵架的时候，妈妈妈妈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听得懂。对，答对了，真的不错。哇。还好，光这个动作就不适合当和事佬，这么厉害呀！这就引起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条图。好，哦，这条图是什么？那个分布。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有一个人被票选了47.7%，有人是23.8%，王在直销一样，7.4%，11%，没错，11%人是大家认为他脾气有多差。嗯，对，现在只有11%而已。这个人很懒趴，对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是阿姆的笑话吧？你怎么？好了，然后47.7%很高哎，对，50%哎，最适合当和事佬人，一棒。现场很明确的，就是有一个人非常适合当和事佬，我爸，不是吧？可是这么嚣张，你有没有听到他的笑声了？对，可是我们装傻是比较适合，我们装傻温和吧？对对对，没错，你们才气而已啊，我们不太会伤害别人，我们都伤害我们自己啊。是，没有，你们都负责伤害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会骂你们啊。所以你们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了，不要吵架，没错没错，不要，好令人生气和事佬。我也觉得阿道上是第四名啊。哦，不会吧？很熟哎，超级熟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啊，我也觉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等下看大家，我你同意好不好？第四名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善让你们。你看看这个态度，你看我善让你们。真脾气好差哦。哎呀，真的脾气很差。对啊，我只是演的脾气很差。对啊。哦。没有，来你们排名。好，我第一名吧。你看一下大家的口相。我一个人而已，笑点。你刚推我去死啊！你怎么可能第一个？那蔡院长，你先排一下嘛，你先排。对啦，我还是觉得是我好，但你想要第一名是不是？那我第一名。好，你第一名。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适合是合适啊？你有曾经劝架过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有啊。每次什么时候？常务跟老婆每次吵架是妈。哦。可是他们吵架是因为你吧？不是，你小三太反面了。好，那三木呢？你觉得是你是什么？我也觉得我是第一名，或者是第二名，或者是第三名。哪一个啊？哪一个啊？你只是把第四名留给达哥而已。对啊。好，就是比我好而已。好，我觉得日本人有一个可能性啊，因为大家觉得他们讲话起来比较可爱，有点听不懂，所以觉得温柔。听不懂。哦，你听懂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人绝对是最后一名吧？哎，为什么引起争端的就是这个人吧？好，我们直接看看第一名是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第一名。是谁呢？等等，怎么可能？假的，真的，你们都被骗了。阿达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怎么劝架的？
啊，我强力压制啊，强力压制啊，摔跤啊，他喉管不行，这个喉管没办法吵架啦。因为我们第一名是达哥了嘛，我好惊讶哦，我好惊讶，什么都不知道哎。现在达哥不是第一名吧？不要讲了，我私底下好像真的很恐怖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怎么样，二三名可以，第一名你们可以争取后面名次没有关系啦。这样会合适、啊、好，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恼羞，我在前面看你们，好吗？到这个社会选错人就是这么惨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小心的、欸、投票的时候哈、啊。我先坐在我王座上面，好，你们。好低，讨人厌，王座好低哦。好、okay, okay. 第二个，第二名是谁呢？等等。太远，慢慢，为什么？吐槽对方，为什么？刚刚推我去座位免签。啊，等一下了，你们看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太搞错了。对、啊，因为是那个表演中的，我们是不是我们？哦，合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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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现在拉票来不及哦。你们两个自己决定谁是第三，谁第四，好不好？谁最后一名啦、啊？说实在，我这样目前这种风向看下来，我会觉得我真的可能最后一名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 Mickey 桑再怎么样都还是比我温和啦。啊，对吧？我平常经营的一些反社会的人设，经营吗？经营吗？经营吗？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么辛苦的为难自己，却那么成功的，啊！我他妈怎么把人都会啊？这样啦！好悲，好悲！啊啦！啊！爆米花，爆米花拿过来啦！拉拉拉拉拉，都拉都拉！现在是什么摔跤场吗？好，我们直接看一下康哥是不是最后一名，好不好？好，康哥，康哥最后一名吗？对对对！我的是为什么？真的不对吧？好可悲哦 ！Yes yes yes yes， 其实真的很合理。哎，我说实在，我没有想到真的有观众投票之后这么受伤哎。没有想到这么受伤、欸，尤其是你前面还在，但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还好，废话，我觉得还好。哦，观众其实是对的，嗯。访问一下观众，我跟你讲，还是我觉得阿贾省不是第一名、欸。好，其实我们有验证环节，对，我们来访问现场的观众啊，访问现场的观众，对，哦，待会呢，我来问一下大家，投第一名投阿达的人呢，帮我举个手，然后我问你理由是什么？来，三二一，投阿达的人举手，有种说出来哦。哎，其实没有那么多，那没投阿达的举手。你们作票吧，环节。好，投阿达举手。大家就是有时候不想举手，你要知道这件事。好，再一次，投阿达举手。好，那我想问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投那个达哥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何事佬。那看起来很适合劝架。啊！好，我就不理解。我再问一个，你有被他劝过架吗？请问，这位观众，你讲话要凭着是良心的。好了，可以，大哥。好，大家不要吵嘛。等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现在在劝架，他现在在劝架。对啊。来，如果大家要吵架的话，135到龙山寺站找我，好不好？我会在龙山寺站的3号出口为大家劝架。好，请大家全面集合。好啊，特别约全面吵。其他人都不满意这个排名嘛？对。對那我们现在会进入到一个小挑战的环节。OK。我们来验证观众的投票是不是对的。没错啊，要吧。我们要示范一下你们劝架的能力嘛。啊哈。所以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即兴扮演的环节。没问题。接下来要请菜头跟哈姆来到中间。我们会认真的吵一场架给你们。对，认真的哦。你们不吵得很凶的话，我们没有劝架的感觉。没问题，很凶吧？看屁呀、啊！还没开始啊？开始了吗？还没开始啊！主题都还没丢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好，那、啊、你们随时可以加入哦。OK， 好。那蔡龙，你演的是老婆，哈姆的老婆。哦，我是你老婆。对，然后你外遇了。我外遇了。你嫌弃他的那方面？哦，那蛮有可能的。好，为什么？越来越详细了。三二一 ，start 喽！你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先吵架？啊、我做了什么吗？晚餐呢？你不要碰我，我还没碰啊！我碰了吗？我离你这么远，我碰你了吗？但你打算要碰我了。但我的晚餐呢？晚餐？我这么辛苦回来？哦，我养了一只狗狗啊，我要喂它吃晚餐啊。啊，然后嘞？什么然后嘞？啊，老公要不要吧？好了，你谁啊？听我说一句。你是谁啊？你们两位要吵架回家吵，这边是龙山寺的3号出口。是啊，不是，太好了，回家吧。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这跟劝架无关吧？这跟劝架无关吧 ？No！ 不行不行不行！赞赞赞！哎哎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好，可以了哈，可以了，来，那接下来我让给别人。下一个场景，下一个场景。菜头，你是小偷，我小偷。然后你到他家偷东西，
然后你生气的点是因为他家太穷了啊，没有东西偷，哦、好烂好烂。我才不想要劝这种价嘞，妈的！来喽，三二一 ，start 喽！存折300块，我靠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什么烂家庭啊？好，观察太久了。哎，你谁啊？小偷。还来呀、啊！把我的钱还来呀、啊！哇，我有偷吗？我真的有偷到东西吗？你看我刚才袋子里面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那你刚拿了啊？有事啊？这你也劝得下去啊？有事啊？这个是我的存折啊。你的？这个不是劝架吧？啊、哦，好哀伤哦。有带出来。不好的事情都吞到自己这边来，了解。穷的是我，坏的是我，哦、也不错，蛮好的。下一个场景，嗯，哈姆，你来买饮料，好。然后你是贩卖机，然后你吃了他的钱，太难了。所以你就会对他拳打脚踢、哦，好，还我钱呐、啊，这种感觉。来，三位 star 喽。哎，口渴喝个饮料好了。哎，可乐好了。偷哪里？哎，可尔必斯，烂东西，烂东西！等一下，我要喝可乐，你给我可尔必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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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吧？你也太乖了吧你！他是买茶、欸，你是带外送茶吧？演完了啦！呀，哈姆，你有必要真的踢吗？你两下都超大力。而且刚刚你转头的时候，灵异现象发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贩卖机是这样。太奇怪了！不然说我到底在演什么？空虚啊！贩卖机想说，我什么都还没有讲，对啊，就被圈架了。对啊。好，这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，哎、欸，菜头你就演菜头，哈姆也就是哈姆。OK， 我们为了我吵架，像平常那样。OK 吗？像平常那样。罐罐，这很合理了。对，三位 star 喽。看屁啊，胖子！好了，来来来，不是为了罐罐吗？等一下，不能看吗？哇，怎么样？犯法了吗？确实是没有了，但我们最近啊，慢慢的有些观众来看，会不会吵架？妈，你会不会吵架？啊，罐罐现在在哪里？时间几点的啦？妈的，现在吵什么？现在吵什么？一人一半吧。妈的，你谁呀？对啊，现在吵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！你现在几点的啦？找什么？现在是那个8:38。我不是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哎，够了，够了啊！哦，我已经看出来谁是第一名。哦，好，交给你了，请就位，交给你了。哎，透过刚刚的练习，我刚刚有认真吧？你有认真，对，嗯。那我们的第一名是谁呢 ？OK。Miki San！理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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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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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长帮我劝架。我没有，我哪有，我对你，我没有吵架，我没有吵架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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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架，不要吵架。你刚刚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吧？这是其中的题目，好不好？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机会了，后面还有。为什么？明明什么？你不要逼我，大哥。太凶了，有很多题目。难怪大家觉得你最后一名啊。对呀，我是身高的关系。那我们第二题是什么呢？等等，谁最能吃苦耐劳？啊，确实确实。哎哎，这个，第四名，第四名。我吃多少苦？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。第四名。你们要去，我们绝对不可能，我是第四。康康一发就对了，哎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第四吧，第四。长得方便了，帮个第四。第四。第四。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长得最苦命的人，就不是那个最苦命的，对吧？有没有这感觉？可是你是苦瓜脸啊。对啊，所以因为你长得最苦命，但你就不是那个苦命的一个。好，我最后一个是不是？对，我不信啊！好，我真的不信。好，我站最后。他们刚刚在后面都这样子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好不好？看一下数据，我们看一下分布图好不好？看一下数据了。等等，哦，44%、32.1%、12.8%、11%，几乎一样哎。不认识，对，11%好像11%，你们是选跟我最像的数字吗？我的选择标准是什麼，我们要赌一下刚刚那个顺序再一次吗？因为大家所有都是这样子，这样，哎，我觉得蛮有趣的哦，有可能哦，说不定哦，说不定哦，同样顺序是不是？那刚刚是我太田上，
三木跟汤汤吗？哎，不是啊，那个不是你第一名啊。对啊，你不信啊？是哦，他们两个没有。我第一名吧？哦，你第一名是不是最能吃苦耐劳？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吗？哦，对，因为毕竟他们从日本过来的。哦，对，他们从日本来台湾的。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这样。第三不是日本过来的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第四这样。没关系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啊，我觉得不会是啊，相信我。没关系，我只要不是第四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好 ，OK， 我确定是这样哈。确定确定。接下来看第一名是谁？等等。阿达，又来了，阿达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好厉害，这个环节哦，可惜，这个环节会揭露很多黑暗面，我跟你讲，我超不爽，不用卖票，不用卖票，好不好？哎，大，你们是照身高排的吗？不是要你们照身高哦，照身高，像 WiFi 一样。大家知道我这一生有多少次拿不到柜子上面的东西？那跟吃苦耐劳无关吧？这样子，你为什么要花钱买那么高的柜子？你买低一点柜子不行吗？我也有置物的需求啊，对不对？来看第二名是谁好不好？等等，一样一样，等一下，你们真的在干什么？作假吧！不要随便投票我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开始觉得大家是没有认真想了，真的。这个呢，我抗议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抗议，因为我的中文是那个比他更烂，所以那个我说中文的时候是我整整七个，你听得懂吗？算了，没关系。算了，没关系。什么？不要，不要啊！孩子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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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我懂 Vicky 上的意思，他是说他中文比较不好，是在整个环境里面，你讲话的时候就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哪里不对啊？你太没礼貌了吧？应该是对的，听起来是对的啊。我还不够苦吗？我现在，你们现在要快点上线，重新调一下顺序啊！以后没有人会帮你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问一句，你们要不要换？你们两个啦，要不要换？没关系，我觉得就维持原样，我就看看我们今天的观众，我消音，我脏话了，我今天的观众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要不要？最后一名是康哥吗？对对，好可怜，谢谢，然后谢谢，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没有投我的举个手好吗？很有种还敢举啊！大家是不畏强权呢。对呀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根性啊。是啊，啊，如此，怎么可能自豪？好了，那我们一样来问一下观众理由好。是的，那投阿达的人帮我举个手，投达哥的人。你们只是觉得他会拿重物而已。OK， 那好，那我给这边的观众问一下。这个叫认真问，我问一下这位先生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达哥最能吃苦耐劳呢？头发比较少，感觉比较辛苦。我最后一名 ，OK， 我最后一名，我最后一名啦。哎呀，我讲，我超不能吃苦的，拜托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有没有？听起来看一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忍下来了，好不容易能够吃苦，果然能够吃苦，我吞下来了，我吞下来，吞下来是不是？对，我刚把鼻涕啊眼泪都往肚子里面吞了。啊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验证一下，验证环节，那怎么验证呢？是。吃苦耐劳嘛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来吃苦瓜。这也太综艺节目了，你要带这个有关系吗？一定的时间内看谁吃的最多最快啊？谁最能吃苦啦？太直接了吧？你对，吃苦耐劳就吃苦就这个意思啊？大家就是这样想，耐劳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没有啦，中文很难念。洗过哈？啊，没有。煮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生的，生的可以吃吗？真的是可以吃吗？这咔嚓咔嚓的。对，现在是最苦的吧？辛苦瓜才可以吃吧？这真的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他们吃了就知道可不可以吃了。我们等下试试看啊。对，试试看嘛。所以要怎么样？生龙式的感觉，对对对。来，他们解释一下。好，两位限时十五秒内，看谁吃的最多，谁就是最能吃苦的人。OK。好了好了。你很快哦。对啊，你很快哦。要吞下去，对不对？要吞，要吞，要吞，吞下去吗？吞下去。十五秒以内，谁叫你放嘴巴？绝对。对，当然绝对，对，这不十五秒以内有这么难吗？大家只在拖延吃这东西的时间而已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OK， 哎 ，Start！ 哇哇哇哇哇哇哇 ！Mickey 上，哎 ，Mickey 上 ，Mickey 上，哎，五，哎，这怎么的？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Sugar！ 好，哎。
有剩很多哦。对啊，我再给你30秒吃掉。对啊，你们可以说话，你们可以说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很难吃吗？欧大长，这个不是很甜吗？我有牙套啊！刚刚是 Miki 长吃最快，对不对？他在倒数13秒的时候就吃完。哦哦，等一下，白痴！卫生问题好不好？哪来的星星啊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跟阿德长现在已经可以讲话哎。可以讲话。他们不行啊。对啊，你看吧，他们不行。你们吃放嘴巴，你们这样犯规哎。啊，没有啊，仓鼠都这样吃东西。你们仓鼠，你是人类啊？我要带着出去吃啊，外带。啊，那他们刚刚谁最快呢？汤姆，刚刚的话是康哥最快。哦，我们第一名是康哥，最吃苦耐劳的。如果我知道验证这个的话，我第一名就让给你了。一点都不想要生吃苦瓜。我跟你讲，我超讨厌生吃苦瓜，但我真的太不爽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配对的时候，我那个吃的方式是 wasabi 直接过舌头的方式吃。哦，完全不沾到那个苦味。好了，不然妈现在超苦，你知道吗？但其实我觉得甜甜的蛮好吃的。嗯。啊，那要不要给你们血食的机会？我只是没办法吃那么快而已。但是我觉得它是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就是达哥看要不要血食一下，没有，等等，现在8:47，我这边还有一点动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拜托，不要不用外带给我好不好？但我可以慢慢吃完，没有问题。马上进入第三题好不好？好，你就边吃边进第三题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丢掉，太暴力，下一题，来，谁最有魅力？这个节目现在才开始，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节目。嗯，谁管什么苦瓜？要的。我先说，我不会离开这个位置。为什么？大哥，我没有要离开这位置。大哥，大哥，拜托你离开了。有几率的。对啊，没有人可以移动我。马步是不是？铁布衫啊！来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分布图。有人拿了将近一半的第六趴，6.4，我是第三个吧，我至少是第三个吧，11，对，你刚刚是6.4哦，我要是第四名的话，我会直接走出去哦，6.4，你当了第一名的，你给我闭嘴，这要抗议了吧，最重要的吧，6.4要抗议了吧，好，来来来，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，我们还是有时候节目要有一点讲实话。哦，是，好啊。我个人觉得，最后一名应该是你吧？真的？我吗？怎么说？就是，他跟不要再互相伤害。不好意思，首先你看阿达都是吐槽，但阿达中文比你好一点。对，可是他长得像老高啊。解说一下，解说一下，挖个坑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这一点。好，但是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让菜头来排名一下。我什么意思啊？看待前辈们的。他比较客观一点点，对，比较客观一点点。他从旁人的角度观察，我们看一下菜头会怎么。等等，不要作弊好不好？不要拉票好不好？不要拉票好不好？我等下塞你们苦瓜。菜头，你快速快速，相信你哦。太田长，你是最常请我吃东西的人，对。但你是第四名。哎。诚实，我觉得诚实，你怎么能改口？很公正，菜头很公正。好，认真讲，康哥是第一名。哎呀，真的，因为康哥声线很有魅力，然后又会音乐，对不对？会讲话，会讲话。同意，同意。这就是懂得出人头地的人呐。菜头，你今天没有讲出我的好话，你就完蛋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罩你，我罩你。那达哥，你是第三吧。但说实在，你这样排哦，出来的不是的时候，最羞耻的还是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还说要照我，我觉得这个你会第一名啦。认真讲，你这是第一名啦，真的。我觉得你们越是这样讲，观众就越恶意。我现在觉得很微妙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我其实愿意当第二，我让 Miki 想当第一好。没有，Miki 想一定是第二，你一定是第一的。没有，我觉得 Miki 想很可爱，很可爱，我觉得他第一。哪有？到我，哪有？真的是康哥啦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。好，就先这样吗？就交给你了。他排的。对了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真心。那你也是这样想的吧？我当然不是啊。在后台不是这样说的吧？我认真的怀疑是陈建达第一名。
是吗？哎，完全不一样嘞。我们不是把三个主题放在一起选好不好？前面的，前面的，你觉得如何呢？你第几名呢？我觉得我吗？自己说。说真的，第三应该差不多啦。好了，挂掉。第三名是我吧？那你第四，第四。你们每一个人现在轮流讲一个自己的魅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个就好。好，你的最大的优势啊。然后从太阳长先，从第四名先，最大的优势。OK， 一个吸引大家的地方。我，我的声音很好听。没有啊，我第四名啊，你敢说第四名？我的声音很好听。哇！什么叫声音好听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声音好听。达哥，达哥，达哥来。我的身高很有亲和力。不压迫大家。要不要重选了你们？你给上来。什么？蛮好的。有魅力嘛？讲话你。好，最后是机会哦，还要改吗？就是这样了吧？我觉得他需要吧。为什么不用讲自己的魅力？我第一名了，你要我怎样啊？没有，还没好不好？对，我现在是第一名，是，我现在就第一名啦。那你还是要讲一下你自己的魅力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第一名啊。没有这种的吧？太任性了吧？我们看看第一名是不是康哥？超拽，怎么变那么嚣张了？第一名是谁呢？漂亮。厉害，这个厉害！我回去吃五根苦瓜，我愿意。也不要，也不要，好不好？也不要，绝对是这样的，没错，绝对第一名48.6哎，没错，48.6哎，48.6哎，开心哦。这一题最重要的不是第一名是谁，对，最后一名是谁？谁是6.4？48.6怎么样？48.6，你要做什么？哦，赞是不是？赞，谢谢谢谢。但是我也有点不开心，就剩下的那51点，你还贪呢？是啊，不，还好吧，够了吧？你很多票了，够了吧？你最重要，你已经当选了，竟然又贪了你。那我们先把不重要的第二名看下去好不好？谁不重要的第二名？来，第二名谁？阿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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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1跟6.4线差很大。大家认真看一下欧达的表情，对，台里用好在哪里啊？拜托，我们都是日本人啊，对日本人不好啊。没有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不是日本不好，是你们不好而已。哎呀，超坏的吧？你们镜头前面的彤彤，我跟你讲。觉得他不是第二名，下限好高哦！绝对第四名，一二七，又看了。好，太阳要来公布了哦！好，最后一名到底是谁呢？大家，太过分了吧！哇，好好笑！我没有，你不要一直挤过来，你过去好不好？你又在分线是不是？猜。6.4%，以后叫你6.4了。6.4，我没从前没有。以后叫你太田6.4。等一下，绝对不是这样吧？我是6.4，请多多指教。6.4真的很恐怖。访问一下吧，好。可是认真讲，其实这题我更想访问投太田厂的人是谁。6.4%的观众帮我举手一下。对，问一下太田厂魅力是什么？对对。好，太田厂的魅力。对对。来。太田厂的魅力是全部。耶！所以全部啊，大家全部死泡沫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消掉了。说实在，有时候说“全部”这个字，就是不太知道要说什么。他讲不出一个点。那还是问一下第一名的好不好？好了，第一名的，那第一名的投给我们康哥，康康的帮举手。来，谢谢。来，那随便挑一个人。好 ，OK， 来来，那这位可以反悔，你可以反悔。来，举手。为什么你投给康康？康哥，哎。然后他唱歌，然后对，就是很有魅力。哦，好，你想怎样？康哥，把他带走，把他带走了。我很欣赏说话很诚恳、很诚恳的人，谢谢你。I Chang Tech， OK。好了好了，像政治人物在拉票了。好，来，那你的原因是什么？要来一个，一个就够了。你们回家私聊好不好？
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要有验证环节。哎，那验证有验证环节，要验证。没有机会可以翻身吗？第一名有机会翻身哦，有机会，机会可以翻身。来，哈姆上道具，一定有。好，对，这是为太田厂设计的。对对，这是什么？这边呢有很多这个计步器，那计步器要干嘛呢？是男人最有魅力的就是下盘的动力，没错，有没有道理？哈姆有道理，交给哈姆了。等一下是完全不文不对题吧？我讲话都结巴，解决了。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啊？有可能会变最后一名哦。所以是要放在下盘吗？没错，接下来你们四个就是未来的罗志祥，不对吧？大叔，四个大叔，我们要争取罗志祥二代目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二代给你们了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你很想证明是不是啊？第三名跟第四名用好快啊，都加上去哦，啊，都要归零哦。哈姆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来确认一下哦，确认一下，签哦，可以吗？放在那个闺蜜。哎，为什么一直在跑？哎，在干嘛，大哥？为什么一直在跑啊，大哥？没有，我想塞成有魅力的状况。哦，蛮好的啊。我这个皮带很粗啦，我把它塞里面。哪里？米奇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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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奇桑。好，随便，随便拿吧，随便拿，现在而已呀。米克桑，这样子好吗？你有老婆跟小孩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而且是两个小孩哦、喔。OK OK， 真的要测这个是不是 ？OK， 对， okay. 待会呢会播一首歌， oh. 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看一下大家的计数器上面谁的数量最高。一首歌，对，十五秒，吓到了对不对？吓到了对不对？吓到了哈！播一个贝多芬交响曲，我都怕搞我。吓到了吗？在场四位都是40岁人哎、欸，是去麦当劳。一首歌没办法，五秒 OK， 准备好了吗？要跳要跳舞是不是？对，来喽。Music start all! 爷爷，四个平均超过30岁的 OG 上，走开！走开！好可悲的画面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为什么我要加入啊？那你们是齐心种吗？晋级的巨人的齐心种吗？停！停！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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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不要再偷动了。对，运动真的太少了。来，大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变成钢铁人是怎样？看我脚，我脚。好。啊，哈姆，我有感觉到那个计步器它不断的这个样，所以我应该，我觉得应该好，感受得到。Okay. 你竟然感受得到？对，我用很细微的振幅。好，来检查一下。我只感觉到我肚子一直在晃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哎，来，哈姆，请帮前辈弄一下啊。OK， 好，帮他们弄一下。好。好，刚刚是弄出来了，69下，哇，69下，啊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还有魅力哦，大哥是48下，48下，怎么可能？可以自己拿吗？哈姆就拿吧。米奇桑是6下，打卡，打满卡了，我的肚子啊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你小孩生完了，没关系，结束了，你不用再生小孩，两个够了，两够了。欧拉桑是61下，哦，退下了。OK OK， 好，这就是 Playboy Stadium 最有魅力的排名了，没错。那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康哥啦，掌声！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我没想到我这个部分也会是第一名，也是框哥，我还蛮惊讶的。对，内心跟外在都是。但是我不难过，因为刚刚的那个计步器的排名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六下太离谱了。对啊，压倒性的差距，这个搞什么鬼啊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我是 Number One， 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稍微换场一下，进到我们下一个环节。哇塞，我要按摩了，我天啊！哪一种的？这个地方好酸哦。对啊，好可怕哦。不是这样啊，应该就是年纪吧。哎，这个计步器是真的准吗？我觉得好像不好意思，不是那么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20岁玩这个节目，而不是应该40岁玩这个节目。现在玩这节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，都已经人老珠黄了。人老珠黄是形容女性吧？男性也可以珠黄啊，也是有的啊。对不对？不过达哥是0号，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原来达，那该大哥真的只有你不知道怎么屁股一直面对大家这样子，只有你像个小蜜蜂一样的。我只是觉得好累，我想扶一下墙壁而已。然后康哥是压迫感好重哦，好大只这样朝我们过来，你把我扯进来，对啊，好可怕哦。不然很重，不要有个对象，就让想象这样子，直接骚扰了。哎，很厉害，你有对象就可以67下哎。对啊，你果然是需要。